北市三重区重阳国小童声合唱国小团体一组，台北市立金华国小北院男声合唱大专团体 B 组，高雄艺学大学混声合唱大专团体 B 组，高雄艺学大学混声合唱大专团体 B 组，国立台湾大学混声合唱高中职团体 B 组，国立大理高中。那么呢，这个阶段的团体组，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主力来先帮我们来进行颁奖。在舞台上面接受颁奖的，包括还有铜管五重奏，国立国中团体 A 组是高雄市立前进国中。铜管五重奏国中团体 A 组是台中市立双十国中，铜管五重奏国中团体 B 组是台北市立东山高中。一一的要从我们的王主秘手中得到这一次的特优肯定。非常恭喜在这阶段当中的获得特优团体的组别，特别有口琴合奏、男声合唱以及混声合唱，还有铜管五重奏的组别。是，那这一次呢，刚才主秘也特别提到，参与的包括团队跟个人都相当的踊跃，能够脱颖而出，实属难得。来一一的从今天我们教育部的主任秘书王宗来王主秘的手中得到了这一份的讲座，也再一次的肯定我们团队的成绩。现场的朋友，我们再一次掌声恭喜他们得奖。好，我们邀请主秘来和我们所有的团体组别，我们主秘请可以下到中间。好，好，来跟我们所有团体组别来合照。好，再一次掌声恭喜。铜管五重奏国中团体 B 组的台北私立东山高中。好，那么这个阶段继续请主秘哦，刚才有我们东山高中在铜管五重奏国中团体 B 组，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讲座呢在现场也为我们进行颁奖。是，那么我们继续呢来颁发下一个阶段，第二阶段。首先呢颁发的是钢琴。